那么过了十年左右，你觉得这个游戏呢依然有人热捧，依然有一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他记忆犹新，所以在2005年呢就拍了这么部电视连续剧《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是电脑游戏史上最为经典的游戏作品之一，拍这部电视剧要再现原游戏中所有的经典情节。由于《仙剑奇侠传》的情节并不复杂，如果单纯只是复制游戏内容，那么只够电视剧两三集的拍摄内容。于是制片方在忠于原著精神，保持整个剧集浪漫色彩和情节走向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游戏中一些简化处理的内容予以丰富和加强，丰富全剧的情感线索。虽然最终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但是美丽的爱情始终贯穿全剧。电视剧讲述的是渔村的店小二李逍遥与女娲的后人赵灵儿以及林家谷大小姐林月如等人之间的恩爱情仇，拯救苍生的古装神话故事。《仙剑奇侠传》还是中国第一部由电玩游戏改编的电视剧，开创了古装游戏改编剧新潮。哎，这里头李逍遥找的是这个胡歌演的，那赵灵儿是刘亦菲演的，所以当时一下子就把这个给轰热了，火起来了。这《仙剑奇侠传》这电视剧跟着也是大火特火，所以这个早在应该说11年前2005年就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其实这种情况呢，好莱坞那边也很多见。你比方说这个《生化危机》这电影，就是根据一款这个丧尸游戏改编的，一看效果好，咔嚓咔连着就拍了5部。